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一点小插曲。我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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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上好，临空室的各位，这里是来自深空频道的清晨问候。昨晚睡得好吗？今日天气晴朗，风力2.1级，受深空隧道波动影响，局部区域异能量指数偏高，亦有流浪体出现。感谢在这座城市奔走的猎人们，让我们的生活得以正常和平的运转。接下来是详细的各区指数播报。对于那些指数偏高的区域，附近的医护人员就要做好准备了。今天或许会是忙碌的一天。这里有一条新的问候，送给刚结束考核的新手猎人们。或许你们已经踏上征程，决意直面前路的荆棘，那就带着所有人的祝福前进吧。好了，今日概况就介绍到这里。最后，请继续欣赏14年前来自深空的礼物，这首《深空传说》。这些电磁信号历经万年，抵达我们的世界，被视为奇迹。或许终有一天，我们能够走出洞穴，突破生命之界限，也抵达群星之间。或许穿过深空隧道，在某个时间的分叉之中，未来正等待与我们相逢。14年前，深空隧道在临空市上空大开，第一次能量异变，出现了流浪体这种异能怪物，深空猎人一职也随之诞生。如今，社会总体趋于安定，但仍有少部分流浪体潜藏在周围。在你们身边，等下受分时就能知道被分到哪个行动部了，这可关乎我们的未来，你不紧张吗？但猎人的原则就是不问出处，只看结果。猎取流浪体体内的星核，根除危机，始终是我们的最终目标。最后，恭喜你们通过选拔，正式成为了新一届的深空猎人。下面，新晋深空猎人授徽仪式正式开始。第一位。哇，你是第一个呀，快上台去吧。会长好。嗯，把手放到这里，确认你的个人信息。
圆系，很多年没见过这种蚁鸥了，成长空间很大，还有可能衍生出其他能力。难怪新人名单一出，蒋楠就把你选到了自己的行动部。等级无法检测，果然又是这个结果。报告会长，14年前我遭到过流浪体袭击，之后蚁鸥等级就变得飘忽不定了。那场危机的确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。你不是第一个无法检测等级的 Evolver， 何况 Evolver 等级也不是衡量猎人实力的唯一标准。只要有能力，这个行业就欢迎你的加入。恭喜你，正式成为一名深空猎人。谢谢会长。新人们，我是凌空行动部领队蒋楠。波动到这里变强了，源头应该就在附近。核能源基地发生了异能量爆炸，需要各位分区搜查。监测到，原来真的有波动，你的 EVO 比探测器还灵。你好，我叫淘淘，收灰石站在你旁边的那个，还有印象吗？当然了，难得分到同一个行动部，这个地方要不要一起行动？没问题，昨天占卜解牌说我今天运势超级好哦。注意，流浪体，这就出现了。威胁等级最高也只有 B， 和刚才的波动倒是能匹配得上，但波动值无法界定上下限，也许没这么简单。保险起见，我们分头探查一下。那我去里面定位波动来源。我在外围探索，确认干扰范围，完毕后这里汇合。小心行动。这么明显的异能量痕迹，和威胁等级对不上，这地方果然有古怪。什么东西？猎人也是来执行任务的吗？身上有异能量残留，像被袭击过。你还好吗？还是先呼叫救援吧。这里是猎人协会紧急救援中心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？安琪，你的情况怎么样？还能动吗？我没事，倒是你，小心背后。他展开磁场了。你是猎人吗？帮个忙。这里就是流浪体展开的星球磁场，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不一起动手吗？就潜伏在这附近。来了。
和我一起给他最后一击。暂时安全。暂时？Evil 是光，杀伤力还这么大，没听说新人里有这样的 Evolver。 果然不是。哎，这个星核带回去可以分析出不少信息呢，你就这样捏碎了？嗯，算了，这个基地的古怪不止于此，还是得深入调查才行。你也在执行任务吗？这里比看上去危险得多，我们最好先离开，再想办法。已经出不去了。从踏进来的第一步起，我们就都已经是陷阱里的猎物了。跟我来。你在这里被困了多久？爆炸发生时，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异常？爆炸的时候，我在睡觉。睡觉？在这么危险的地方？周围的情况不算复杂，只是利用光线玩的把戏。和光有关的流浪体没有波动？是符影，他们静止时不会引起任何波动。嘘，过来。符影会吞噬光，你的 Evil 也是光，不像巧合，倒像一个专门针对你的陷阱。我只是个普通猎人，要对付我不用这么大费周章。你虽然像猎物，但换个角度想，不也是现成的诱饵吗？ 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既然逃不出去，我们就想办法把他们引出来，一口气解决掉。你就用你的Evil。波动在朝这里汇聚，越来越强，上钩了。数量很多，如果不同时消灭，他们还会随着光再次复活。要一次全部扫平的话，用我的力量。冒犯了。结束了。真的全扫平了。能共鸣到这个强度的也是第一次遇见。波动平息，流浪体也都消失了。你的办法很有效。但那么多流浪体，连一颗星核都没留下。刚刚不小心一起炸掉了。这些残余能量应该也有用吧？那现在我们也算是认识了。我是凌空的新人，你呢？沈星辉。对了，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？如果有人问你这里的情况，你就说，除了流浪体，在这个废弃基地里，你什么都没有看到。这个要求，你不觉得显得自己有点可疑吗？抱歉。下次见面再向你解释。听到回答，我在朝你的坐标移动。听得到，我没事。是我的同事，他人呢？分开后你的信号就中断了。这些星核碎片，你一个人干掉了这么多流浪体？也不是，其实刚才情况有点复杂，一时半会儿讲不完。看样子是不简单，总之你没受伤就好，任务结束再细说吧。沈星辉
神神秘秘的，他出现在这里多半不是偶然。最近别再靠近那个基地，那里的危险也许不只是爆炸和流浪体。有点事要处理，下次有机会再聊。